巨人二多少钱哦？上网去查就知道啦。上网去查，进击的巨人二啊、哦。老头，你有鸡鸡吗？你在讲屁话吗？韩籍可以翻译成番薯了，没有错。太慢了，艾尔文，那家伙竟然在我们等那么久。八成是大不出来，大便了、哦。还是说他去大便是不是？大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啊？我本来就很爱讲话。那时没有做出错误的选择。我間違わなければ言っただろうが、結果は誰にもわからんと。哎，兵长这样看真好小只哦！天啊，瘦成这样。お前ら。团长出现了。女型の巨人と思わしき人物を見つけた。疑似女巨人的人物。今度作戦は。哦，我们快要进入第二季了，终于啊！我的天啊！ストヘス目標をストヘスクの地下通路へ。だが万が一、その前に巨人化した場合、之後就要靠我了。好的。目標への接触はエレン、这三个人进行接触、假扮成市民埋伏在周围。他の市民に扮して周囲に、さらに万一に備え、一部の兵士は完全装備で後方に待機。了解。奴は何をしてくるかわからねえからな。ちゃんと見張っておけ。全部在看我。目標はストヘスクの憲兵団に所属している。目型は捕獲した2体の巨人を殺した犯人と思われ。同一个人，一样是一零四期的训练班。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104期って。その目型の巨人と思わし。何か。啊，故意不讲。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都心知肚明了吧，是不是？这个嘛，回忆过去吗？就是他了。兄。レオンハート。阿斯，鼻子怪怪的女生，为了确定真相，必须找去这个史托黑斯区啊！我记得她好像是去宪兵团，对不对？不要再荡了，你直接开始吧。老头可以变蓝法吗？但是不行啊！不要问那些毫无逻辑的东西，好不好？兄，会非常无脑。もうすっかり憲兵団だね。アルミ。你怎么会到史托黑斯区呢？兄、エレンを逃がすことに協力してくれないかな。このままじゃエレンは殺される。ボールシーナ内の検問をくぐり抜けるには、快点帮我救艾伦。力。あんたさ、私がそんないい人に見えるの？いい人か。その言い方は、僕はあまり好きじゃないんだ。自分にとって。听起来就像是这个人做出对我有利的事，所以才这么称呼对方。だから。他们感觉好像在做某某交易，有没有？你看阿尔米身穿这种长袍，哦，感觉好像在做那种黑市交易。嘿嘿嘿，走吧。この地下道は外扉の近くまで続いているんだ。なんだ兄、さっさと地下道の中へ来いよ。いいや、私は行かない。そっちは怖い。无法帮忙。地上行かないなら協力しない。何言ってんだてめえは。ふざけてんじゃねえ。ダダン。傷つくよ。一体いつからあんたは私をそんな目で見るように。抓到了。兄。なんで。哦。那个时候他瞄到他的立体机动装置是马可的。捕まえた2体の巨人が殺されて調べられた。マルコと一緒に整備した僕には傷や凹みで分かった。哦、所以说他连马可都杀掉了是吧？是不是？是不是连马可都杀了？さあね。でも1ヶ月前にそう思っていたんなら、なんでその時に行動しなかったの？今だって信じられないよ。
きっと何か見間違いだって思いたくて。兄、お前が間の悪いバカでクソつまんない冗談で適当に話を合わせてる可能性が、とにかくこっちに来い。この地下に入るだけで証明できることがあるんだ。これつめこっちに来て証明しろ。そっちには行けない。私は无法回头了。もういい。哦，有动画哦。聞いてられない。开干了，开干了。もう一度ズタズタに添いでやる。女型の巨人。哦。啊，坏掉啦！他坏掉了。アルミ、私があんたのいい人でよかった。终于 DG 要完结了，真的，终于可以玩新剧情了。賭けに勝った。でも、私が賭けたのはここからだから。哇，村民瞬间，这全部都是士兵，穿得好阳春哦。防止他咬，有没有？噔噔！哇，眼睛好利哦，居然看得到！呜！我们来谈恋爱，谈什么恋爱啊？好，我们应该准备要开干了。倒叙法就这样子呈现出来了。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第一集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倒叙法又重新再演一遍了。这跟第一集的那个画面差不多，87分像。我们又回到原本的剧情了。第一集的时候也是这样哦。一つ目の作戦は失敗だ。次の段階に移らなきゃいけない。立体起動装置は壊れてねえな。女型の巨人を引きつけるぞ。おお。あいつを捕らえる最後のチャンスだ。急いでくれ。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个机动立体装置的那个喷射器啊，没有操作好，那个腰会断掉吧？我觉得那个腰绝对会断啊。行こう。僕たちの任務は兄を捕獲すること。我马上断给你看，有没有？僕たちにはもう後がない。これが最後の機会だ。我们要怎么做？必ず奴を捕らえよう。追击女巨人。好的。なぜここに巨人がいるのだ？贵族表示怎么会有女巨人？ありえませんわ。啊！救命啊！有弹勒勒。女巨人开始移动。哇，他在破坏呀！准备捕获用陷阱，哪里呀？陷阱在哪里？约翰出现。行く砍不到，他跑太快了，他跑太快了。哦呦 ！Go！ 哦，这么刺激！哇，一个侧踢全爆哎、欸！高速を振り放つやがった。絶対に逃がすな。我觉得 BGM 有点大声，你们觉得 BGM 很大声吗？我要调整一下。
我觉得有点大声啊，我做一下调整啊，差不多这样子啊，因为它好像有更新的关系，它更新它把所有 BGM 的声音都调到最大声了，有点吵，我觉得。要拍到几点了？我不知道，有点嘛，对不对？我们再适当的调整一下哈，不然真的太大声了。这样应该好多了。そこを狙って、やつを疲弊させるんだ。给我过来，在跑啊！怎么会跑、啊？房子都偷工减料。所以说我到底是要去追逐呢，还是来盖一下这个东西？好，我们来盖一下好了，好不好？增加一下我们的据点。哦，跑超快的，抓到了！别再跑了，乖乖认命吧！破坏你巨人的胸部！停止他的行动，我会，我会。怎么破坏啦？你跟我讲，怎么破坏？怎么破坏？一分钟的时间破坏。哦，用这个啊，合体技攻击啊。他躺了。喂喂喂喂喂！哇哇哇哇哇哇！他放这招是什么？狼烟，免费的狼烟，免费的狼烟是吧？根本打不透啊！根本打不透，时间要到了。三小啊，这样就失败了，完屁哦！再度开始移动，我觉得应该用炮台去攻击他。他说要逃走，他说要逃走了。他逃城墙那里，他逃走了。哇，失败了。狙了吗？哇，我觉得这会注定失败欸。皮卡丘十万伏特。不是吧？哇，我被抓到了！哇哇哇！哇，我有这么强啊！我有这么强就好了，我有这么厉害就好了。出现了，这道光，史诗对决。噔噔。来了来了来了！圣光啊！呀 ！One punch！ 呜，帅气！我的便当！啊，便当被抢了，生气了，哈哈，要吃便当了。艾莲又要开始乱了，我又找不到他弱点了。他们乱挥，我根本打不到了，砍不到他的手啊！你看，你看看，我要怎么砍手？你说，他都挥成这个样子，打脚打脚。他瘫软了、哦。开西，快点攻击攻击，趁现在。我靠！回复的好快啊！你看那爱脸只会用看的嘛，快帮忙砍呐、啊！哇哇哇哇哇！十字斩！
好烂哦，693。哈哈哈。なーに、お前、何のために戦ってんだ。どんな大義があって人を殺せた。哦哟，他再回下去。啊干！哦，一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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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呀没没呀没没没没没没。位置刚好，有了。趁现在，狼烟，砍掉他的手手。米卡莎打他的头头，瞬间解决你。哇，回复好快啊！我天哪！哇，我看不到啦！他在乱动，根本打不到啊！有最后一次了，这次终于要把它解决掉。米卡莎，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差一点，差一点！有了，麻烦死了！艾罗，你这个雷！哎，贵族在下面呢，我看到贵族原来在下面。第一季要结束了，哦耶！要被抓副轮，副轮是什么？不是艾伦吗？副轮是谁？哇！平常砍不断那个强化过的部位，这一次一砍就断是怎么回事？下去吧。哇！我坠落了。哇！把他咬掉。哦，在哭。なんだ？腰不会断，是因为全身的那个皮带。儿童不宜画面。雅尼差点就被上了，还好那个雅尼的自我保护机制变成钻石了。ワイヤーでネットを作れ。これを縛って地下に運ぶ。自我冰封。そっちを抑えろ。变成钻石人。好。第一季的彩蛋出现了。第一季的彩蛋。噔噔！那，ちょっと待って。あれはたまたまあそこだけにいたの。吓死！そうじゃなきゃ、壁の中すべてに巨人が。わ？あなたはニクシさえ。あの巨人に。不能让那个巨人曝晒在阳光下。待てるな！待てるな！会怎样？会睡？会醒来吗？巨人化身，身体都变骨头。本格的修复作業は日没後に行うとして。修复作业在日落之后展开，你就一五一十招出来啊！这边是要逼神父招供，因为他绝对跟这个有关联。この巨人は何ですか？なぜ壁の中に巨人がいるんですか？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貴様らのせいで教会も信者も滅亡。都是你们害的。後で被害額を請求する。事后向你们求偿，我、哦、找死啊！ふざけるな、何の真似だ。お前らは
我々調査兵団が何のために血を流しているかを知ってたか。其实我觉得巨人に奪われた自由を取り戻すためだ。其实我觉得汉吉他不用戴护目镜还蛮正的，我觉得。他不戴护目镜比较好看。天我，我老子！快把你的棒棒放下来。私を殺してもわかった。死んでもらおう。怕怕了哦。嘘嘘冗談。ねえ、ニックさん。所有城墙都是巨人构成的吗？他这样子问他。不知不觉都忘了。いつの間にか忘れてたよ。こん怖いな。巨人之墙。有妹子快冲。実は君に頼みたいことが。为什么兵长一直穿便服啊？ストヘスクに与えた被害も大きく。我々はもう少し。そこで君にはウォールローゼ南区の隔離施設にいるミケたち。要は早馬を飛ばして104機を監視してる奴らに今回の顛末をそのまま伝えろってことだ。我要去那边监视啊！快马加鞭去告诉监视第104期的那些人。当然没问题。いい返事だ。この任務を終えたら、そのまま施設にいる104機の兵士たちに念のため、すべての装備を整え。準備出发了。原来富伦不喜欢米卡莎，喜欢雅尼。兵长在之前打女巨人那一次扭到脚不能战斗哦，所以说他现在就是一直都没有出去就对了。难怪穿着便服，是不是？啊，他就没有在战斗啊。哦，多了驻屯据点。哦，驻扎据点，我们叫驻屯据点。我在攻啥？经过一段时间，可以获得设置信号弹。利用这个据点增设信号弹，可以积极各在各盖个各自不同的东西。当队员中拥有巨人能力者时，可以借由队友的行动巨人化。玩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操作巨人队友。耶，可以玩巨人了，可以玩巨人了，棒哦！终于第一季结束，后面就可以玩巨人了。